我在修灯泡的时候就两秒转，两秒就修好了。然后你看到我藏那个，这是在干嘛？这个灯泡也太好修了，我扭过来发现又在藏，根本没有坏掉。对，根本就这一切都是严苛的阴谋。对，所以就是我觉得他在看到我藏红酒杯的那一刻，就知道我的意图是坏坏的，是坏坏的，是坏坏的。好，对，就是我想要让你来家里这样喝坏的，喝喝红酒。你有什么心情？很期待，很期待，很期待。对，你不知道我做这一行就是为了吻戏，为了吻戏。扯，所有东西扯。反正默契度上面，我觉得绝对是。他就说你，反正你只要一到二十级以后，啊，这里可以吻了，啊，这里可以多亲一点。是不是你这样讲好像真的我是为了这个情不是，我是觉得在剧情符合要求的情况下，要给观众很甜蜜的东西，让观众感觉到初恋的那种甜蜜。对，然后在默契上面配合是完全没有问题的，因为这个人我很放心，很正直的一个女生，不会正直，对，不会去吃我其他豆腐什么的，就很乖巧。那你可能不是一个正直的人。